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韩国留学通网。那么这节课呢，我们来继续讲啊，最后一个部分的第48节课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我们讲过的内容。那么第一个呢，我们说表示原因的这个可得朗啊，这个可得朗呢啊，常用于口语之中，它表示原因跟什么一样呢？跟这个면으면的意思是一样的，表示那个假设的啊，表示假设关系的什么什么的话。那么它最后呢？要以什么来结尾呢？常用这个请求、拜托、命令啊、请诱等等的这样的语气来结尾，比如说哈塞哟、嘿啦这样的啊，这个结尾才可以的啊。那么它呢，常用于口语中表示假设关系。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怎么翻译呢？有什么事的话呢，就请联系啊。那么무슨일이무슨일이있다무슨일이있거든랑啊，연락해라啊，怎么说呢？무슨일이있거든랑바로연락하라。那么这个呢，还常用于什么呢？用于这个长辈对晚辈的一个说的方式，所以经常用什么呢？해라啊，什么什么해라这样的形式啊。那么일이있다，있다的后面呢加这个거든랑，就表示什么什么什么的话啊。那我们再来读一遍，무슨일이있거든랑바로연락해라啊。那么我们还学过第二个语法呢，叫什么이什么就啊。那么动词呢后面加什么呢？기가무섭게啊，什么什么기가무섭게，이什么什么就什么什么。那我们看一下，门刚开呢，客人就进来了啊。那么문이열리다啊，문이열기가무섭게，문을열다啊，문이문을열기가무섭게怎么样呢？손님들이들어왔다，손님들表示客人啊。那么这些客人呢就들어왔다进来了。那么打开门怎么说呢？문을열다啊，문을열다的后面呢加这个기가무섭게，表示呢刚怎么样啊，一怎么样就怎么样啊，门刚开客人就进来了。那我们再来读一遍，문을열기가무섭게손님들이들어왔다。这个就是我们上节课讲过的两个重要的语法。那么这节课呢，我们来继续讲语法，一个是什么呢？表示给다니啊，表示呢啊，将会怎么怎么样。那么第二个表示什么呢？기만하다，表示呢仅仅的意思。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게다니啊，게다니表示什么？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说是会怎么样，说是将会怎么怎么样。那么它这个 get 啊， get 表示呢是一个将来式，后面加这个다니啊，加다니是什么意思呢？表示呢一个这个提示作用的意思啊。 get 跟什么一样呢？这个게다고하니까的意思是一样的啊。给他姑哈尼嘎表示呢，将要怎么怎么做，所以怎么怎么样，将要做什么，所以怎么样啊，说是将会怎么怎么样，这样的一个含义啊。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复合的一个语法。我们之前讲过啊，我们的基础语法呢一般都是非常基础的，可是呢我们到了高级语法当中都是很具体的，很具体很形象的一些语法。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，通过例句呢我们来理解一下。那么第一个例句呢，다음시험에꼭통과하게다니지켜볼게。那么这个다음시험에啊，那么在下次的考试当中呢怎么样呢？꼭啊，一定怎么样呢？통과하게다니啊，통과하다表示呢通过的意思。那么在下次考试当中呢一定会通过，加这个게다니啊，那么他说呀，他说下次考试当中呢一定会通过的，这个是一个提示的前提啊。所以呢我怎么样呢？지켜볼게，所以呢我会拭目以待的，这样的意思。所以等于说什么呢？给다고하니까啊，那么他说，这个다고呢表示引用的意思啊，他说会怎么怎么样，所以我怎么样啊，是这样的一个含义了啊。大家理解了吗？那我们再来读一遍，다음시험에꼭통과하게다니지켜볼게。那么这个지켜보다表示呢盯住，或者是看，或者是拭目以待啊，这样的盯住看住，这样的一个意思了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句话，저아이가다시는안때리겠다니한번믿어보자。那么저아이가那个孩子怎么样呢？다시는안때리겠다니，那么한번믿어보자，我们就相信一次吧。那么저아이가那个孩子怎么样呢？다시는再次怎么样？再次不会怎么样？不会打了，不会打了。那么때리다是打的意思啊。那么때리겠다니안때리겠다니，
他说啊，他以后呢不会再打了，所以我怎么样呢？所以呢，我再相信一次他啊，한번믿어보자，我们再相信他一次吧，这样的一个含义了。那么我们再来读一遍第二个例句啊，저아이가다시는안때리겠다니한번믿어보자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get 다니表示什么呢？겠다고하니까啊，说是会，所以怎么样？这样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语法了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练习怎么做呢？那么第一个练习卡说啊，